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Full Mechanic 的这个风铃高达，它的比例是1:100，里面的板件一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板件，里面还有给一个这样子的贴纸，我个人觉得这个贴纸不是很好用啦，如果大家真的要用的话你可以去尝试，但是我觉得你去买第三方的水贴会更好。这个是它拼装好的比例 HG 级别的高度，大约相差这样子。拼装完毕后会有一个风铃高达的本体护盾，一共是有5个手，那么如果你要换它的手型的话呢，你就需要连护甲都需要拆出来拼接在里面。然后特效键呢有枪的特效键，2个剑刃的特效键。首先单论比例来讲的话，我都觉得它的比例是比这一个 HG 来得好，身体的这个压部这边相对的会比较收长一点点，就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首先来试下头部的可动，往上跟往下，左右也是没有问题。手部呢最高可以取到这样子，这边还有一个关节，拳头也是可以转的，这边也可以转的，这里里面呢它是做成一个这样子的关节，腰部是有点松的，少少的可动啊，你可以勉强拉高一点点啊，但是手脚没有这个问题，它的手脚的这些关节都会蛮紧一下，不会讲太松。它这边会有一个关节，就是如果你的脚拉下来的话，它的 joint 会拉出这个黄色的，如果你平时站立的话它会收起来，看到吗？脚部的可动推到完差不多是去到这样子，这个东西可以移动，这边可以移动，这边也有一个接地的前脚的一个可动。这次护盾也大了不少，整个风铃高达的大小一样。后面这边有一个镂空的位置，所以当你移动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可动，这边是可以动的里面。这个是 HG 所没有的东西，有一个特别的玩法，就是可以将它变成一个弓箭的模式，你可以这样子展示，也是蛮帅的。不过整只模型的表现来说是不错的，是我蛮推荐入手的，如果你在一个正常价位的话啦。本次的这一只模型呢，我自己本人也是加了一些上色涂装以及水贴，然后加了一点消光来完成。在手部的支撑这边我是蛮加分的，就算他的手上是抓住这一个枪加这一个枪的这一个特效键的话呢，他都不会讲有松下来没有力之类的东西，这一个东西是我蛮赞的，就是他手部的支撑蛮好的。因为这一个盾牌的重量是蛮重一下的啦，所以会造成负担，并且正如我所讲，这一个整体整个模型的构造都很美，唯一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腰部会稍微有一点松，导致它没有很好的一个站立点。当你的护盾是作为一个盾在左手的话，它就会有稍微倾斜去左边。当然风铃高达这样子跪住的这个姿势来捧着这个斯莱塔的这个pose 也是可以摆得到啦。当这个东西我们拆完下来要拿来做后面的尾翼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这个凸出来的圆角形需要插在这一个圆圈内，但是呢因为它的圆角形太小了，所以很容易你在把玩的时候最不经意的滑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缺点啦。我觉得这风铃高达的枪它还有送一个这样子小小的配件，这个东西蛮有用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哪里做摸，就是这样装在后面，然后这个东西就装在这个圆圈上，就会形成这样。总评 FM 的这个风铃高达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，就要看你个人啦，毕竟我觉得在合适的价钱入手呢是非常值得的，无论身形跟可动我觉得都算是不错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，就是后面的尾翼以及这一个腰部会有一点点松的问题以外呢，基本上整体的可动都算是蛮紧实，也可以摆出蛮多蛮高难度的 pose，跪地也算是自然的，然后比例相对也会比 HG 的来得好。 HG 的呢相对会感觉会比较胖，然后这一个的身形比例会比较瘦高一点。好，本次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